动作有什么问题？反手的，反手，反手的。看完这位球友的视频呢，首先我是觉得他的空间感是比较好的，然后那个击球是匀速，节奏感也还不错，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在击球过程中还是有点向后仰，身体这个后仰也会导致这个击球不稳定，身体比较晃动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击球的过程中动作是比较僵硬的，击球完之后没有注意放松，那这样长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容易比较容易受伤，所以还是要注意打完球之后我们整个人的身体要注意放松。还有在击球的过程中，他的这个胯跟身体是有点脱节的，然后这样的话会导致我们发力的时候呢使不上劲儿，用不上力，大多数是用这个大臂然后以及这个上身的力量去发力，并没有用到下身胯的力量。评论区里的教练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反手的，反手的。